给穿的。说喊车工，喊车头，先车头，先车。停停停，那样躺起来有一些嘞，乖乖哟。嘿呀，妹妹吃都乖乖呢。错啊，娘按菜哥，干嘛去他给菜先哦？呀哈，俺唔系滴讲关系。所以那条是讲咸菜咯，咸菜也用用客家煲啊。关系咯，咸菜用乜嘅上关咯？因为关系年前买卤咸菜，叫名就按到咸菜锅。那一类因为早期关系年前买卤咸菜，我说一下是咸菜，唔是钱，唔滥三讲。应该讲这条卖卤咸菜。迄款是青春药的紧接来念，不说喊出来，迄不啦。给咸菜汤，咸菜给有迄用饭咯。那哦，穷挑，穷挑，穷挑，因为青春药不说一共三百。别再讲啦。我是给咸菜青头是又出名，台湾百分之八十的咸菜都是广西出产的。哇，莫简单。莫怪有你讲，其实咸菜嘅故乡，真其实唔加客家煲哦。我系听讲条白，其实台湾得了条名嘅松鼠条呢。莫唔错，唔是差很多哟，讲那么嘅唔多啲。我冇嘅啦。嘅唔到很低，那就客家煲咯。我先讲，从客家年轻从事教育，传统嘅主题就系强港一统，客家祖先，从事服务。高发子孙爱金丝雀子，那海底高雄闽农村青豆博士，系台湾有名嘅博士村哦。花莲凤林，那是青豆高中，系有名嘅高中村哦。哇，哎呀，家笑，黑博士菜冇简单哦。不错，很爱了啊，好嘅黑家博，创作海雕。想穿一条心啊，一条心，暗自说，真来了。表演时间4分44秒，扣分。